因为下雨了，简单爱，你来啦。怎么办？我自己卡动都不会动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卡掉了卡掉了。我已经卡了，我们自己卡动都不会动。谢谢简单爱的粉丝灯牌。不好。下那边，这边有那个，这里，往这里外面躺出去的。我要过得去啊！我一去就直接把我卡死啊！厨房。啊。嗯。但是我手机有问题啊。你是用哪个？这个也卡了，这个也卡了呀。这个也卡了呀。直接不能出这道门啊！一出这道门就不行了。宝宝，你不要站在那个上面嘛，老妹，哦，你裤子全部湿完了。这个是以前他们孩子用来上课的，你看一下来。现在没卡，刚刚卡啦。啊，算了，我这个跳水叫夜上海。电信，好，夜上海。夜上海。你是个午夜枕花痕迹车声响歌舞升平，激动不了啊。这个还好，光线暗了，是的，离过这边就暗掉了。我直接没办法动了，可能就是路由器不好吧。不远的，你看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他都不行，这个都不行，已经全覆盖拉了三根线了，他还要这个样子。还有8分钟，7分钟你就要去写作业了啊！谢谢阿姨娃的粉丝灯牌，你不要过来了，不要出镜啊！是光纤的呀，唉，谢谢念旧的粉丝灯牌，念旧你来啦，下午好。怎么办呀？我只能在这里啊，没地方去，要不我住的。可以呀，谢谢念旧的人气票。他坐在这里，我就不用动了。若即若离，若即若离，你来啦！谢谢你的灯牌，家人们赞点起来。没有啊，我都没有卡。要不你拿我的？给你吧，要不你拿我的？意思就是，你看人都看不见。有时光纤折一下会有影响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这种吗？哦，单前没关系。谢谢阿姨娃的点赞，谢谢大家的点赞，家人们赞点起来。哎呀，我不想做了。我们准备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你不做话，我也想坐一会儿，但是这个凳子太高了。脾气太大，手机吓到了，卡了，那就给它卡了吧。那我觉得可能是
他们说是家庭装的可以用，我们这种路由器已经买了，他们一直没有上山给我们安。昨天说来，然后结果昨天下暴雨，今天也是暴雨，然后他们接了其他的单，只能明天来帮我们安。路由器早就买了。要不我去摘点瓜先，那你就多着。好啊，去摘瓜先吧。就去摘瓜见吧。我今天干嘛都不晓得，我去任何地方都没有网络。去摘瓜见吧。好的，我已经检查好多回了，每次都说没问题。路由器有什么关系？本来就和路由器有关系啊，他这个电信送的路由器不行。点赞点赞，家人们，我今天不能乱跑，到处都没有网络，我该怎么办？真强气，唉。在哪里？怎么这么多？我觉得我不能坐在这里，这里太潮湿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摘瓜见吧。太潮湿了，我不要在这里。等到我回去了，身上疼了。你那个叫评论吗？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前面是乱七八糟，被我禁言，不是吗？有镰刀吗？哇，桂花香，你们看看这棵桂花树，太香了。桂花卡爆，没有卡嘛。我要摘南瓜尖，然后我没事干，我在这里播吧，回家就可以煮着吃啦。这个路应该重新铺一下，等到农网吧，会铺的，但是要把网络先弄起来。刚刚卡了一下，刚刚又卡了一下。嗯，我刚刚又卡了一下，我的一万个手机嘛，卡了一万回了。只有上面可以行，那个房子都不行。给你。哎，昨天我们说我们去哪里摘来的？啊？那里那片呢？那片少一点。哪片南瓜少一点？哎，我已经受不了，这个人还是躺在黑名单里比较好。谢啤酒。这个也太不稳定了吧，还是偶尔稳定啊。他就没有稳定过呀。你要去帮我剪草吗？那你去剪吧。要把那个玉兰花剪了啊。你准备今天写作业写到几点，你告诉我。嗯，这是来之前我就预想到的嘛。哎，给人不要往这条路走啊，我的鞋。那你换一下路走啊。就忘就是了，那我往哪里走啊？上面绕一圈。其实我想摘这边的，然后那边。不是，我很好笑，他为什么不去帮我对？还有那么多多房间要刷，他就不帮我，他帮我对一下，他会干嘛嘛？谢谢阿仔哥的小星星。可以对啊，但是。那你帮我对呀、啊，上面没有信号吗？不是，你要刷。已经刷完掉了吗？没有，还有很多地方很脏，黑黑的那些，再刷一层它就上去了。啊。啊，这是可以剪的呀。这些全部剪掉，这些。可以了吗？你上啊。是乳胶漆是吧？对啊，我刷上面的房子呀，刷那几间标间嘛。这个我们今天要吃杂菜吗？这里还有好多好多那个茴香，要不要？茴香吗？可以呀、啊。
但是南瓜煎我觉得可以炒吃一点，平时煮着吃。炒就是煮着吃还好吃。要炒吗？我说是吃酿掉了，这样煮着吃。哎呦喂！那要摘吗？酿着了还要摘吗？摘呀、啊、摘呀、啊，换种方法吃啊。这个上面是有南瓜，不能摘它。那摘个没有南瓜的呀。你们这是在玩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在玩什么。哎，在这个吧，我感觉这个好像没有南瓜。这个很没有南瓜，然后那边你看那里就有三坨，但是那个泥是泥巴地，你好像踩不进去。哎，我昨天是进到这里，然后我发现有南瓜，对。哦，是的。哎，唱不动，唱不动。哎，你是想让我唱给你听是不是，傲天小哥哥？哎呀，真是的，你终于欣赏我的才艺了。要不我们就摘那个路边的吧，因为路边的马上就要砍掉了。好，但是路走吧，看一下路边。路边的那边有信号吗？路边有信号吗？哦，没有。你这个是什么表情呢？那这里的一点都不旺啊。那里三根踩不踩来的？看那里，站在墙边的。去到哪里都没得信号，没有，只有在少数的一小块范围内有信号。不热啊，你意思你们是省外的吗？很热吗？不是，他们就是觉得我穿多了。我还穿着外套嘞。